今天台中市好热哦，31度。然后用火山泥面膜在敷脸，然后用这个刷子哦，沾那个火山泥面膜，然后要等15到20分钟。这个是等它干的，这个要沾水，然后洗脸的火山泥面膜，很好用哦。然后买一罐899。很大一罐哦，超好用的。然后我就把它冰在冰箱。这个火山泥面膜超好用的哦，一罐899。然后在台中市的门市买的，超好用的火山泥面膜，超好用的，很大一罐哦，可以用很久，超好用的。用这个沾那个火山泥面膜，然后涂在脸上哦，要等15到20分钟，然后干了再用这个海绵沾水，这样把脸上的那个角质刷掉，然后洗完之后再涂上化妆水、跟乳液，还有果酸乳液，还有美白的美白液哟。敷脸，